对。我本来要绕场，绕场，结果不行不行，那部车坏掉了。开到门神那边那就有问题了，所以我要回去开那部小的，结果那部是小也是好像故障啊，这部大的还是 OK。 啊，对不起了，现在看一眼让我去吃饭就行了。我没办法准时上班了，就八到五那个不行。啊，工作很多，了解吗？工作很多，真的，那边呢、啊？那边工作很多，嗯，想哈，啊，谢谢谢谢。你们早上有吃早餐了？哇，太好了，这样 OK 可以，等一下嘛哈，哎，不用马上去吃饭吧？OK， 行。我看看也许那部车修好，那带下来的话就跟我讲一声哈，就可以绕堂、啊嗯、我刚去香港嘛，刚回来、啊、有个人他说哇哇，能看到师父这么近，好好。所以才想到你们呢、啊，来的时候就坐那么远远的，看不到，看电视 OK 了，看人不方便哈。OK， 那么这样了哈，如果那部车 OK， 嗯，我就绕了哈。不 OK 的话就是这样看了哈，因为我那个膝盖不怎么好了，走太远的话，啊，恐怕。不行，老车嘛啊，哎，不管你多刷漂亮，那里面还是不怎么样，所以啊，要保护它一点点呐，啊啊 ，last longer 呀、啊，啊，比较久一点可以用，虽然那个身体是物质而已，不过很有用，哎，没有它，我们就不能在这边做事情了。啊，不能帮助别的众生哈，嗯，所以还是要保管它好 ，OK， 呀嘛，吃的刚好，也不要吃太多了，吃太多的话也会昏沉了 啊， 多数我们吃完以后想睡觉，所以先跟你们讲好了，我怕等一下吃饭完以后就听不清楚了，在那边都是同意的 ，OK。OK， 什么都好，师父讲的。所以现在因为肚子还空的嘛，哈。OK， 讲起去了。我们修行有两面嘛，一面就是啊、物质的嘛，一边就是灵性哈啊。物质谁是要照顾了，因为。如果没有身体或是身体不健康，我们修行比较困难哈。OK， 所以是刚好刚好，嗯，啊，我跟你们讲坦白哈，很多东西我们吃了，当然是素食了，全素的，不过还是有一些毒的，毒因为我们世界已经被毒很久了啊，水呀、啊。地啊，空气啊，都有一点污染，知道哈？哎，那个是第一。第二，他们本身会有一点毒，很小了，很小了。不过因为我们累年了，一直吃了，所以身体有时候会过敏，啊，那知道哪一个过敏就免了。OK， 吃小了一点，我是最好免了。我们即使吃的那个习惯而已，习惯的好吃，所以比较喜欢吃。对了，吃饭也是好的，不是不好。修行的人不一定是要通通不吃的哈，就是因为我们吃饭了，就会有交换
因果跟业障嘛，了解吗？福报啊，啊哈，所以很多名师啊，他们都吃饭吃菜呀，因为一碗饭哈、啊、有菜哈、啊，这多么功劳在里面是吗？哎，还有那个农夫啊，种菜啊。然后，雨神啊，太阳神啊，风神啊，都有帮助的。连蚯蚓啊，还有蜜蜂，还有苍蝇啊，所有很多动物、啊，很多众生啊，都会帮助给我们这碗饭的，听懂吗？做帮助，不是农夫而已，然后买卖的人啊，中间的人啊，了解吗？然后，银行啊。开车的人呢，带菜来我们的地方啊，带饭来我们地方，还有买卖的人呢、啊，生意人物啊，开店啊，冒险他们的那个钱啊，懂不懂？或者开店做买卖做生意，嗯，然后我们自己本人也要开车、啊，开车是很多人弄那部车的，懂不懂？还有油啦。加油才能走，不然呢用电也是一样，还是很多功劳，有关很多人啊。那些人呢、啊、如果我们修行的好，即使我们有付钱清楚，不过还是得到我们一点分享的福报，了解啊。所以吃饭不是说不好，不用罪恶感 ，OK， 喜欢吃就吃啊，就是刚好吃刚好 ，OK， 不要吃太多啊。吃太多的话也是障碍我们修行了，然后我们头脑想不通，想不清楚，想又困了啊。很多名师为了这样子才吃饭吃菜的，不然他们根本不用吃也没关系。嗯，我早在纽约以前，很早三十年多以前已经 不吃了很久了，一阵子很久了，大家很担心，跑来跑去问你会不会死啊，我说不会的不会的，后来太潮了，所以再吃啊，吃第一口那个哇，很像吃那个干的草一样，根本没有任何味道，没有口味，然后吃也吃这样而已 啊就没有什么啊，没什么那种心想的感觉。OK，然后后来慢慢慢慢慢慢来哈，就那个口味再回来了，然后大家都一起吃了就有多口味，然后就说啊那算了，嗯，继续吃了。现在啊多数的哈，如果他们有来的话，比方说有一个越南师姐，她现在我叫她去啊、叫所有的我们那个爱家了啊、弄一些书包了。还有那个 donut， 我不知道中，啊？甜甜圈。OK， 你知道了，那个圆的哈，然后中间有一个洞的，啊，里面他们都放一些果浆了啊、哦。平常我们以前很喜欢吃那些嘛，有没有？现在很少，找不到吃了，所以我叫他过来，叫那个爱家弄那些，还有一些书包，你们这边没有弄不到的，嗯。嘿嘿嘿，想吃东西就拍手。My God， 那我就不用讲修行什么事情，我想吃东西，大家就高兴了。OK， 我们中国人爱吃嘛，啊、哦，因为人多啊，竞争力大嘛，怕我们不吃，别人就会吃了。比较紧张嘛，生活比较紧张啊。台湾也是蛮紧张啊，人多哈、啊，越来越增加。OK， 因为我们现在医疗也是很发达嘛，哈、啊，所以那个老的人呢、啊、不会那么快往生了啊。然后就是这样子滑下去很久了。然后我们现在那个年轻的人都不想生小孩那么多，因为要工作啊，要自由。不过也有生了，呵呵，有生了，所以人数增加了、哦、OK， 也是好事情了，老人家活久一点是 OK， 好的，有机会可以多念佛啊，懂不懂啊，拜佛啊，念经啊，或者是打坐修行啊，可以啊，还回自然，或是有还有机会
哎，如果久一点往生的话，机会比较没有了啊。所以有时候如果我请客的话，我都是请那个老人啊。大家那个年轻的人数，为什么师父有分别心？我说不是，不是老人家整个辈子了，牺牲给家庭啊、社会啊，贡献很多了。然后现在他们年纪大了，啊，机会比较小。然后年轻还比较有机会，以后了，懂？你们老了我就请了嘛，快点老我就请。年轻的人呢，其实很舒服了，懂吗？哎，生活很方便，走动什么都方便，没有什么酸痛。老人哈，那个身体已经比较脆弱了啊，有吃药啊，有吃维他命那些啊，保养啊，吃东西好，当然身体也是还 OK 了。不过，当然我们老了就会。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嘛，啊，所以你们如果有老父母的话，要多孝顺，多供养他们好东西吃，多拜访，听懂吗？因为他们老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，不要等离开了，倒跑到那个坟墓那边无情无感了，在那边拜拜干什么？然后拿饭菜供养他们，有没有看到他们煮来吃啊？啊，连身体也。烂掉了，怎么还要人来吃呢？了解吗？不过那个也好，不是说不好的传统，意思说有思念嘛，有想念父母往生了，有感恩他，还他们往生了还记得他们，就表示说很有孝顺是 OK， 了解吗？就不是认为拜拜那边就风水会好，你发财那个是概念，不孝顺，听懂吗？来那个坟墓。不是什么骨灰那边就拜拜，或是想念他们，就是记得他们的恩典了。哎，辛苦照顾我们，从小到长大。你们如果以后自己结婚了以后有小孩，就知道多么辛苦了啊！晚上他发烧了，你还要整个晚上不能睡觉，白天还要照样去工作。不工作的话，就老板会开除了，啊，然后就没钱了。这个时代当然多么方便，不过我们要负担很多呢。有车子是开得蛮舒服的，不过啊，好多好多 call 了，好多钱啊。然后房子如果漂亮一点，好位置就也好贵，是吗？哎，好贵。所以呢，有多数都是夫妻一起工作的，才能够保存这个现代的标准了、啊，跟隔壁差不多的那种。我们修行人也许比较小那种竞争力、啊，小那个外表的表扬了 啊。OK， 不过还是要负担很多，是吗？哎，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知道怎么节省的啊，在家里电啊水要少用，用刚好，不要太浪费。OK。然后比方说那个就是哈，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袋子或是大的桶，然后小桶丢进去，等一下倒这大垃圾桶或是大垃圾小袋通通带走，不用每一个都小小的塑胶袋一丢一丢这样。塑胶袋是对我们世界环保是很大的那个伤害的。 OK， 嗯，那个那种塑胶桶或是木头桶，我们可以马上擦一擦洗一洗就可以再用，就不用塑胶袋放在里面了，了解吗？ OK， 能省什么就省什么，省钱省那个污染给世界、哦、给别人欣赏。我们世界污染已经太多了，这个地球还存在的话也是算奇妙的。 OK， 人这么多还有东西吃。我去香港印象好深刻，以前一走过去就回来，然后不然的话上去那个道场，然后在那边留在那边不出去 啊。他们都开车带我的嘛、啊、然后就这样人情蜜姐打坐，然后说到道场 OK 到了这样的，很小跟人接触，很小观察什么外表了。这次我不想麻烦他们嘛，我们就走那个铁车了，火车了，
地下铁那种啊，还有那个火车啊，然后就不麻烦他们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坐计程车嘛，啊，短路了。所以我有那个机会可以多接触人民，他们好友善呢、啊，啊，好快乐，哎，那边目前还是很自由嘛，很自由，所以大家工作很好找，生意也是很发达，嗯，不免税嘛，啊，然后他们那边那个小岛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不过什么都有。他们没有什么财源呐、啊，是吗？哎，没有什么矿物啊，没有什么都进口的，不过什么都有，你一有钱就可以了。不过污染空气也是蛮严重的哈、啊，很多人有车有钱呐、啊，然后就车子比较开的比较难，不过还好了，还好，多数他们都有那种环保精神呐、啊，多数都是坐地下铁的那些。还是说起交通还 OK 了，不会比台湾以前困难的。现在台湾交通方便了哈，哎，有高速公路在我面前那里，每天我算多少钱？OK， 然后都蒙蒙蒙的，懂不懂？看不到以前的那个山了、啊，前面那个山看不到海，本来这边高一点就可以看到海，看不到，因为都被这些污染的那个车啊。车那个排出来那个污染的气把它盖掉了，这个也许以后，不过台湾也是蛮有已经环保的那些概念了哈，也有尽量了很多，我有看到很多改变，不过以后也许我们的车子哈又更好的，哎，比方说用电插电的车，或是用多。地下铁什么的给大家更方便，然后我们小岛空气更好，不过还好了，还好了、嗯、还好、嗯啊、去香港、哦、印象很深刻、啊、他们人山人海那样子，人这么多，岛那么小，车那么多，然后那个观光客也来很多、啊、这样子还可以能够保存那个标准啊，懂不懂？有水喝啊，有饭菜吃啊，然后有路可以开车啊，等等。他们怎么能够照顾那么好，懂吗？啊，光那个水啊、饭啊、热色啊，还有那个排水沟那些，哇，怎么弄的？真的好厉害。那边房子很高，有一些你看不到屋顶，你往上面看都看不到，太高了。我就说好像迷你纽约那一样。不过他们人很善良，很会帮助，而且很快乐了。我有那种感觉，很快乐。我也蛮喜欢留在香港的，就是狗的问题，到那边就马上要再打针了，懂不懂？打了好几个针了、啊、如果从欧洲来，那个地方也很干净、啊、都打针好了，医生都有证明了，还是来香港马上又再打针，我怕对他太毒了，他年轻嘛，很小了，4岁的，我怕他以前被虐待太多了啦，所以我怕他那个太受不了了，以前我另外那些狗有过敏过，懂不懂啊，肿起来或是不能走路啊，就是很可怕。一次打针而已，现在如果 double， 懂不懂？重新再打，我就真的不忍心。所以我也许还要回去欧洲了啊，等时间到了再说。OK。今天下去看你们，不晓得还要多久才看一次了，所以多看了。有一些有戴眼镜都变成4个眼镜的多看。我去香港的都对他们、那些服务的人都很慷慨的啦、啊、还有我们住那个旅馆是三颗星多，听说了，因为他们有那个环保的那种系统啊，蛮好，很舒服、啊、哎，很舒服。然后有对他们服务人啊什么那些啊店小二店小一啊很慷慨呀、啊、给他们好几倍钱的啊，比方说计程车哈、
50块哈，不过因为路太短嘛，我就给他好几杯的，3-5杯都有，我们有钱嘛，分享啊，哦，他们都好高兴，不过有一些他不拿呢，有一些他说 no， 50就50了，然后我说不过那个小费呢，哦，他就再拿20块，这样，哎，有一些好像有修行，像我们一样不多拿，哎，是蛮好的，不过多数他们都很善良了，不管，哎，多拿不是没有，都很善良，很客气，外面的路边的人啦，因为我走路去找火车啊，找铁车啊，是地下铁等等，才有机会跟他们比较沟通嘛，啊，我们如果迷路，哦，他很愿意跟我们讲，然后还叫先生带我们去某某那个路口什么的，那边比较好找，好找那个沟通的路，或是好找计程车等等，很善良，很友善啊。有一个，因为我去过一个啊，我们的爱家嘛啊，去吃饭，顺便看看他们情况怎么样，生意 OK 啊，他们那边弄蛋糕啊。饼干也蛮好吃的，真的每一个每一个都好吃。我平常不很爱吃那些甜的东西，因为他们都是排在那边，那我也顺便给他们做生意嘛，所以每一个都尝试看看，每一个都好吃。不是说平常我们在外面吃一个了以后就吃另外一种就不怎么很好，这个哪一种都可以好吃的，台湾人来弄的。台湾开饭馆的，然后台湾人来煮的，也是有当地的啦啊。你们如果想出去出国外面呢 啊做生意什么的，也欢迎啊啊。外面的地方比较小同修嘛啊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做，就我们同修做很有爱心的，那个是我吃一个而已，那另外那几个也是蛮出名的，没时间去啊。因为我去那边吃哈，然后在路边那个那边是哇人山人海，走来走去的那个路边嘛，很多人走动，有一个瞎盲的人，眼睛看不到的，他排一个路边摊这样子，那么小小，跟这边一样这样，他排不同的东西，家庭常用的啊，松紧带啊，针啊那些啦啊，然后。大家都替他买嘞，来去的人呐、家庭主妇都会买这个买那个啊，我替他买很多，我也不晓得，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买的干什么的，因为我这里没时间缝衣服，而且有缝衣服的时间嘛啊，我不用了，我现在他们有弄一点比较善良的衣服了，比较可以赚一点，不那么华丽了，还是偷偷放画上去了。懂吗？不过好一点。那现在他们都弄要弄太多，我今天不知道呢，做哪一个？然后也是有人买哈，他都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多少钱的。你只要给他在手上，他摸一下，他知道多少钱了，一点都不会弄错了。因为我们买很多嘛，他也是很高兴的，然后一直买一直买，然后他每一个摸，然后叫我们多少钱，我们都。写下来，等一下加一级嘛，加级了。他比我们快的，这个他说20块，然后摸一个30，这50了，然后他再摸一下67，他不用机器的，懂吗？哇，好厉害！他坐在那边做生意，蛮快乐的，我就很感动啊，懂吗？很感动，我付很多钱给他了，多钱给他了，然后他也谢谢了，很感激，没有客气什么 ，OK， 笑笑的。我去隔壁还买一些甜点给他吃，他也很高兴说，我很感动，因为像他眼睛看不见，懂吗？可以找借口领钱呐、领政府的钱，懂吗？他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啊，赚自己的生活费，真的是好感动，好感动。他那个人呢、不是简单了，他下去这样啊，给我们当一个榜样了 ，OK， 给那些偷懒的人、做榜样，
给那些不清廉的人做榜样，懂不懂？就让我们知道知足常乐，知足就满足啊，不知足何时足？我们如果一次要多的话，永久要不够的哈。OK， 永久不满足的，我们有多少用多少就 OK。生活很简单，晚上睡觉不用怕那个债主来吵闹啊，不要怕明天怎么还债等等。OK， 我也知道了，你们现在生活简单多了，是不是？同修了是吗？是。对了，生活越简单越快乐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有吗？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会对隔壁觉得比较害羞吗？不会。不会觉得啊丢脸吗？不会。OK， 这样对了，这样有用哈。有用。平常呢，我去哪里都有那个房子以前了嘛，懂不懂？骑的时候又不能在那边等什么盖山洞那些，不是说每个地方能这样盖山洞了 ，OK？ 盖房子就不行了，有一些是行，有一些不行。小小的私人地 OK， 像这边是不行，那边是我们住人家的，而且也不能盖，能买就买，能住就住了啦 ，OK？ 大家。谅解哈 ，OK， 我们最好不要盖什么大房子，然后等一下就违背政府的那个法律，就心里不安，那道德方面也不对，啊，忠心爱国也不怎么很，啊，百分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就没有 ，OK， 讲过了哈，天气好就来看嘛，如果人太多。水不够的话，师傅在没关系，师傅不在你们可以轮班来嘛。今天台中，明天台北啊，比方说这样 ，OK， 就水分不会那么用那么多。来的话，如果要拿的话，拿一点点，然后混在你们20个家人里面，还是有效的 ，OK， 啊，因为我们水既然是有挖很多井啊，还有很多大的那个水塔，不过。我们本来就不要那么贪心了，了解 ？OK， 我们不要修外表那么多，不要往物质那边修了 ，OK， 自己修自己装福报，然后身体会好，精神会快乐啊，福报也会啊，会带来运气好。我们越贪心，等一下就会扣的，我们修行的那个点数会被扣的，会被扣，太可惜。懂吗？哎，这个世界没什么免费的，哎，当然是师父免费贡献了，不过没什么对魔是不免费的 ，OK 啊，呀，他都扣，扣了一些，而且我们水当然可以挖井，可以集合给我们用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水多一点到驻留，在这私底下流嘛，分享给树木啊，花草啊。不要什么都放在我们口袋里面，我们自己家里都有水喝了。树木他们是无助的，他们只能靠那些自然的水，我们不能跟他们争太多。我们这边有够水煮饭，可以来这边喝，来这边用就好了。如果带的话，带一小杯就行了 ，OK？ 反正也不用嘛，哈，每个礼拜都来了，来这边呢喝吃就行了。然后水我们没有拿出来的话，就会流出去给草木 ，OK， 也是作为保护树木。有一些树是等级很高，你们不知道了，到第五阶的，哈，有一些树很大，灵气很多，所以很多人坐在他那边打坐啊，或是觉得很舒服。所以你们去哪个某些公园呢、啊？其实小树他们等级也不高，不过第三界也是很舒服啊，了解吗？他们这样子站，为了保护世界，为了把我们世界弄稳固的，然后给大家氧气，有没有 ？OK， 然后他们收起进去叹气了，这是一种收业障啊，给福报。如果不是高等级的众生，怎么能够这样做？你看他们啊，没有眼睛，没有嘴巴，没有
任何怎么能够知道怎么弄呢？啊，有灵气，有灵性，听懂没有？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那个尊重的，啊，不要太滥用哈，太利用啊。有一些树啊，很高啊，很大的一些种类的树啊，就啊他们愿意来这边，为了保护我们的，为了给我们一点那个他们的那个福报，所以你们不要随便砍树啊、剪树啊。这边不少的政府有没有禁止啊？别的国家像那种很大的树，你要砍了要申请哦。懂？即使你自己种也是一样。啊，长大了就不能随便砍，除了它倒以外，你不能随便砍它。欧美国家都是这样的，我们人家好的地方，好的那个方法，我们要学习的 ，OK， 要进步。不过台湾现在灵气已经很高了，很进步了。我有一天跟我旁边的说，我不认得台湾了，这个不是台湾。啊，那个气氛像欧美一样高的，了解吗？那个标准里面的，我是好几个人讲，我说奇怪，怎么我今天认不得西湖，认不得台湾？我们是真的在台湾吗？那个从德国来师姐跟我讲，师父，我们是在台湾，在台湾，台湾。我说 OK。我也知道，我记得我有来台湾，就是怎么从今天认不起来呢？我回来几天以后啊，就认不出来台湾了，认不出来西湖，没有办法那个 identify myself and Taiwan， 听懂吗？我认不得，真的。然后我还去跟旁边的人又再讲一次，我怎么会认不得台湾？我真的住在苗栗西湖吗？到这种程度呢？让我混淆这样子，我也知道我在台湾，不过认不出来。突然间嘛，因为改变太快了，我在办公室工作，然后看出去就那种感觉了，突然就变了，变得好快，就好像我在欧洲一样，懂吗？在欧洲你们知道了，人家路得很干净啊，房子很整齐啊，草木什么都很漂亮，是吗？人家很守法，啊，很守法。很尊重法律，比方说你们去那个澳国啊，爱家有没有啊？然后走去周围看看，有没有多么漂亮，多么整齐哈？啊，人也很有善良，人家标准嘛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的领袖啊里面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有福报，就住在那种国家，了解吗？哎，都有这样子呢，哎。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气氛的，像以前呢，比方说德国哈，他们分两柏林呢，分两个地方。后来他们有研究说，哦，他们两个真的差很多了啊。后来 OK 了，就合在一起了，差一个墙壁而已，一样的人民，就是两个那种程度啊、精神呢、态度啊。个性啊，都不一样的，真的不一样。还有法国跟意大利，比方说哈，啊，差一条路而已，真的不一样。语言也不一样，吃东西不一样，风俗不一样，态度不一样，个性不一样，知道哈？真的，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福报跟业障。我这几天以前还没去香港以前就发现这样，突然间台湾改了，好快，我认不出来，我一时怀疑了，怎么台湾怎么变这样呢？我真的有跟他们说的，我真的在台湾吗？然后他说啊，师傅你一时想澳国啦。我说我不是想，我突然间看出去就觉得完全不一样的，不是西湖，不是台湾。我真的很怀疑自己，现在知道了，后来查知道了，你们那个灵气啊增加嘛，哎，那个国家的福报增加嘛，啊，突然这样子呢，几天而已啊，不一样。现在 OK 了，我习惯了，啊，因为太突然嘛，
我在工作，专心工作啊，在那个世界的那种行政的工作啊，就没有注意着。突然累了嘛，看，就活动一下这样，看出去，哎，我在哪里？懂吗？我因为停止工作了，停止注意在那个物质的那个行政的那些执仗了，就才那个注意那个不同的气氛嘛，哎，然后才觉得，哎，我在哪里？我自己问自己，我在哪里？啊，我是知道，我是知道我在台湾呢，不过这奇怪，怎么不是台湾，又不是西湖，了解吗？那种感觉真的很特殊啊，描述不起来了。OK， 不过你们知道就好了。嗯，我们修行啊。OK， 谢谢。已经讲过了，我们修行有两边嘛，一边是里面，一边是外面。外面就是我们快乐啊，对大家客气，对别人有爱心。有帮助 ，OK， 这是外面，因为里面出来的，不能勉强 ，OK。我们修行有福报的话，连毒药啊也可以化解的。我们没有福报的话，佛的口水也吞不下去的，了解吗 ？OK， 先照顾那边，然后外面就会顺的。不要来这边几袋拿什么饼干糖果回来给亲戚朋友，这是很好心，不过我们人手不够，一天到晚去买东西，真的对他们太不好意思了。他们工作已经很多，他们是出家人，本来要时间修行的，听懂吗？所以以前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出家人没有做什么生意了，本来不应该这样了，了解吗？不做任何行政工作了，就是打坐而已，照顾自己身体，然后每天就去偷泼意识，这样不要浪费时间，整天煮饭啊、煮菜啊，或是不要麻烦别人煮饭煮菜给出家人吃，了解吗？不过这个时代去偷泼真的不行，了解吗？哪国都他会认为你是带来不好运，或是他不给了，没习惯了。在泰国还有这种习惯，泰国、缅甸、老斯、柬埔寨是还有 一点点、哎，不过没有像以前释迦牟尼佛再次那么流行了哈。OK， 然后如果你们要的话，就买来放着嘛，然后带回去吃。哎，木头佛也是这样啊，有吗？哎，我看了，哎，奇怪，你们怎么对木头佛这么好啊？每次带要什么东西，带苹果什么？放在佛上有没有？拜拜，出去走一走，绕一绕，怎么休息？等一下回来拿水果回去。嗯，这边你们都等待师傅买饼干糖果。以前是 OK 了，刚来的时候人不多，懂不懂？还可以，就是住家人也少了哈，还要出去工作，还这边做很多行政的事情，还帮忙师傅做一些事情，还有照顾上面我们的住的地方，还有照顾水呀、啊。电啊等等 ，OK， 还有照顾这些，让你们来就舒服了，大家一起照顾了。所以现在师父很忙，而且忙没有办法，一天一餐有时候也来不及的。哎，我不能这样像以前一样啊，以前徒弟小，世界还 OK， 现在很急了，还有加上去所有的宇宙了，事实上。我划不来在这边跟你们讲话的，我划不来的。不过又好久不见，然后你们那么遥远来，我又不能辜负你们，我下去看一眼而已，了解吗？世界啊，什么好都是污染的，世界的音乐有一些也污染的，混淆我们的精神，懂吗？哎，拉我们下来，那种阿修罗的感情啊，等等 ，OK。然后灯啊，也是对我们眼睛不好，皮肤也不好啊。有一些旅馆，像我住那个旅馆啊，它晚上那个窗帘自动关的，因为要避免外面的灯进来。因为灯也是一种，他们说 light pollution， 那个灯光污染。因为如果晚上灯太亮啊，你睡不好，你那个睡的品质不好
啊，叫很暗的，然后身体在休息，身体它才啊、能够再恢复啊，在生产那些对我们身体保养年轻的。不过现在真的困难了，当然，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也要暗一点才比较好啊。看着看那边的光嘛，外面光我们不需要了，那个时候就晚上不需要的灯就要关了。OK， 嗯，路灯需要的地方留，不需要就不留。关窗帘，好睡觉。在外面如果太亮的话，是可以用那个测眼睛那一块啊，懂吗？哎，我们人家有叫说那个 noise pollution， 还有 light pollution 呢，你们从来没听过哈？真的是 pollution 的啊。比方说你上飞机啊下来，他就说请你把那个车光板把它拉下来。你离开以前呢、啊，离开飞机以前就把那个车光板拉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外那个飞机停那边嘛，如果里面还要有那些冷气，还有一些机器要保护里面的温度啊，因为有人在里面工作啊，擦洗啊等等，了解吗？然后如果那个光板没拉下来，外面太阳啊，懂不懂？叫上去，然后那个冷气还是继续要增加速度，那这样对环境不好，了解吗 ？OK。现在那个世界的环保的精神呢、蛮高的，你们只要多研究 OK， 然后在家里能做什么就多做什么。比方说你们开冷气，不过外面太阳很大的话，这冷气还是增加的，了解吗？不然它自动会停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再开，自己自动的，为了保持那个温度了啊。不过我们当然不是每个地方有办法的啊，有办法就要环保 ，OK。Noise pollution 也是对我们耳朵不好，太大声那些哈、有时候我们心吓了一跳，或是整个身体呀、气泡都震撼的。就像那些有一些开摩托车很大声那些啊，就不对了，对人类这。身体不好，了解吗？精神震撼的话，身体也不影响，常常这样子就不好了。OK， 那些战争的国家，因为他们打仗啊，有时候那个像炸弹啊那些啊，或是那个很大的武器啊，声音很大嘛，那些地方小孩都是精神不稳的，不好的。老人那些就身体更被影响了，了解吗 ？OK， 多数人都会被影响了。也 noise pollution， 所以我们的世界有改变很多了，不过还有很多要改变的啊，不是说热色而已。我们那些喝那些塑胶的那个水哈，还有这些的话，就也是对环保不怎么好。不过这个也可以回收，还好了。我不会喝这个，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一去买这个，我整个冰箱都有，我就不动了啦，我不要喝。现在水也很少喝、偶尔啦，被业障拉的就喝一喝别的东西，一个苏碧如什么很小，现在很小，水也很少喝。从昨天到今天，刚才才喝一口这个，也还没有吃饭的 ，OK， 吃也少，喝也少了。我是很尽量吃了，不过工作太忙就没有想到，懂吗？然后真的。想到了，我是工作完了就去吃一下这样，多数都是一餐就够了。如果那一餐来不及吃，或是吃太少，那以后如果饿就补一补这样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要认为吃东西多叫身体健康，不一定哈，因为很多东西都不怎么对身体健康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你们轻松 ，OK， 爱吃就吃，就多打坐 ，OK 哈。如果要喝水的话，要放一两滴柠檬啊，因为我们水现在也不怎么好了，了解吗？因为地毒嘛，土地都被那个化水什么都染了，所以那个水它经过那个污染的土啊，也会污染的，懂不懂？很小，连那个雨水啊，有一些地方雨水蛮干净的，有一些也不很干净，因为空气污染嘛，了解吗？空气里面都有毒，还有灰尘那些都毒的，然后都到雨水里面也不怎么很好，所以最好
你们过滤好才喝哈 ，OK， 过滤，然后如果该煮就煮，我如果通通讲出来的话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吃了，我不敢讲，我自己知道就好了，讲出来了影响人家生意，大家会怕，不敢吃这个，不敢吃那个。反正我们身体这个时候，那个我们的 DNA 啊，已经改变太多了，所以要滑很久是很困难。不管你吃不吃啊，不管你吃多少，吃什么都是这样。不过我们修行多到某些程度的哈，就吃少也没关系，不吃也 OK 的，就是不要试看看，让你等级多少那种哈。现在比方说师父每天吃一两个葡萄柚哈，不吃了，因为急着来喝的。不过我跟你们今天讲，也许从明天我就要吃得要命，我不知道了。你们等一下回去自己要这样弄，然后求师父帮忙了，等一下我就要替你们吃的，然后我这个也不能吃的。不过我是当师父什么都要跟你们讲了 ，OK， 不管业不业障，我要说了，平常就是这样了，有什么好东西跟你们讲，以后我就不行了。我就不能有了 ，OK。不过我跟你们说，目前呢，比方说我每天喝几个葡萄柚那个吃了哈，或是柳丁吃了，或是吃一个苹果啦，然后吃一两个泡面。泡面不是说那种有特别的泡面，台湾有弄了那种用米粉弄了，小小的细细的啊，然后里面有一点那个。调味料而已啦，不很多样东西，那些就比较可以吃，就对我了啊！你们不要这样拼着吃，等一下就我不能了，你们自己自然就好了 ，OK 哈。然后就这样子就 OK 了，根本不用麻烦大家煮什么的，就是有时候他们喜欢煮给我吃，有时候我很忙，连挤那个果汁也太麻烦了。急了以后啊，要擦要洗，因为喷出来啊，蚂蚁会跑进来啊，在里面死啊等等 ，OK， 所以吃什么喝什么是困难，我是很尽量吃了，为了世界福报了，给世界福报。不过不行就不行嘛，懂不懂？也不能给自己身体不健康啊，也要保留这个身体，为了大家啊，为了世界，为了宇宙，为了要多打坐，多那个带那个宇宙的正面的宇宙的原稿的原本的力量多下来，我身体一个嘛，也不能一次拿全部拿下来啊，它会死呢，所以每天能多少就多少，当然每天多的会增加，我多打坐的话，那个数量也可以增加到我那个。being 啊，不是身体的 ，being 是中文怎么讲？存有，对对对对，不是算身体了，不过身体也有关啊，懂吗？如果太多力量，他也受不了，所以这样子一步一步到现在，当然越来越多。如果我越打坐多的话，我越能够拿，所以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划不来，在这边跟你们聊天的了。不过你们还是扭扭捏捏的，傻叫的，还需要师父啊！我们不能没有师父的啦啦啦！所以偶尔你们来，我看一看哈，不能要求跟师父跟以前一样了啊，摸头摸脚，然后买很多饼干糖果，像小孩一样。你们长大了 ，OK， 长大了啊，师父也老了，我们都老了，有一些了啊，长大了，自己照顾自己。多修行往那边，每天要祷告求宇宙力量帮忙，我们让我们不会忘记修行的，不会往外面找东西，不会靠外面的。我们越靠外面了，然后越急的要成佛那些了，那些被磨骗的，懂不懂？要很快要成佛的话，也是一种名利性啊！不是要成名士啊，出去讲经给人家崇拜那些，哇，这是就更糟糕的名利性的，会被磨骗的，会被磨在旁边那嘀嘀咕咕乱讲，然后你认为你都已经是什么第九阶、第十阶了啊？不行，要慢慢来 ，OK。
哎，而且要真的要修行，要敬畏，内边敬畏的 ，OK， 不要认为自己是某某人，你认为是某某人，表示说你不是某某人的，了解吗？是不对的 ，OK， 要小心哈，要小心，要求真正的力量帮忙，要求师父内在帮忙，不要让我们着魔，不要让我们被魔骗 ，OK， 嗯，因为修行小会简单被魔骗了。我们世界很靠近阿修罗世界嘛，懂吗？所以他们很简单跟我们来往，然后骗我们，然后引我们走错路的，要小心哦 ，OK 呀、yeah ，别求名利了，别求什么当名士。你如果这个命啊当名士，你跑不掉的。真的，我跑得掉吗？啊，哎，我本来已经不想跟世界有任何关系的。连你们也没有关系的，我专心要做我的工作，懂不懂？啊，钱啊，什么名啊、利啊、好啊、坏啊、是非，我根本通通都不要了，通通都不理了，不在意了。谁讲坏讲我好我坏，我真正都不想了了。结果还是被你们拉回来。我一个人的话，除了照顾自己啊身体，还有。关心啊，狗啊，我的狗啊，然后就是这样打坐修行，没有去哪里，没做什么。而且如果在房子太烦恼的话，我就去找比较没有房子的地方，懂吗？上一个河边啊，然后有一个小的房子啊，漂在河上面啊，像那种地方。有一些同学也看过我那个地方，不过我不要跟你们讲了，讲了你们就跑到那边拜山拜水，啊，然后把我房子拆下来带回去加食物。嗯，我那个房子像这个台一样这么大而已啦，懂不懂？里面只有一个设备已经有了，不过我在那边也不什么煮饭了，吃泡面了，有一些水果这样就 OK 了，嗯。然后在河里面呢，懂吗？就跟世界隔离，像一个小岛一样，一个自己的小岛。不是每个国家这样允许的啦，不是每个国家你能买一个小木屋放在那边，然后飘来飘去那样，不是啦。住那边也是有一点困难，不是困难啦，不过也是要缴税啊，懂吗？要付那个河边的钱啊，对呀、啊。他已经买下来那块了嘛，懂不懂？哎，所以我要停我的那部那个叫什么 houseboat， 意思说房子船呐、啊，哎，船的房子，就小小这样，像那种木头仓库那种嘛，哎，这样就可以允许了。不过你也不能这样子用马达，很大的马达跑来跑去，伤害到鱼啦。是有规矩很多，然后每年找多少家，那房子是我的，就买下来第二手的，刚好有一个人卖嘛，哎，他们那边有几个这样，还有多数都是船的，不过他们多数周末才来，而且人好善良，好善良啊，还要听到我师叔我说请我来，我会弄春卷酥，全素的给你吃，然后，这个给你吃，啊，这个你比如不喝水，矿泉水好不好？好善良，好善良啊！他们不是捕鱼为了吃的，也很小的，嗯，每一年都有一两次比赛的，谁捕最大的鱼的就中奖了。不过捕好以后，量好以后马上就再放回去。不过我也是觉得何必呢？这样已经很。他已经很受伤了，懂不懂？又很怕了，放回去河里面，得奖以后就放回去河里面，懂吗？不是吃的，就是他们比赛好玩而已了。他们有一个 club 啊，懂吗？捕鱼会了啊，我在那边本来也要有一个捕鱼的驾照才能住的，不是你们随便跑那边就可以住了，不是了，还要捕鱼的驾照。不过后来我说我买的时候你们没有讲啊，我只是不捕鱼的啦，我不可能捕鱼的，我是输的嘛。其实后来他说 OK， 那你交几百块就 OK 了。我说我很愿意交钱，我不愿意，我在那边还喂鱼呢。哦，他们好多来吃的。我说你们乖乖，
留在我睡觉位比较安全，不要跑到那边了。那个看到什么墙壁啊，穿的那些墙壁离他们五十米，五十米最少五十米，一百米几百米的跑远一点，看到什么飘飘，我不要拿。如果想吃的话当然 要吃了，不想吃就不要。他们都围在我旁边，而且小特别 baby 呢，小小的哦，来那边每天吃了，哇，整个水啊都是满满，他们 那种上来吃的那种圆圆的圈的，然后那个天鹅啊还有鸭呱呱那个哈，都来，哎，都来，看到我来就马上来了啊，飞的游的都是很快很快来来，然后在那边来撒娇呢，喂喂喂这样子啊，然后摇尾巴跟狗一样摇得好快。然后如果我慢一点然后还会撒娇呢，还跑到那个我穿的睡觉尾咯咯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那边的东西多了，就是那些给他们吃的，懂吗？软的面包啊，那个全麦的那些啊，好东西啊，哇，然后那个有时候有人看的说，哇，你现在变成一个养动物的那农场那些，我说是啊，我现在更富有了。然后他们说，哇，你给他们这么好东西啊，连人也很想吃的，我说你要吗？因为好的不是坏的，不是剩下才给他们嘛，他们就很爱我很爱我很爱我，吃完以后就不走。有一些留在旁边绕来绕去，我是找地方啊站上去，然后叫那个洗自己了啊，擦洗自己，很可爱很可爱，都很有灵性的，很会沟通，懂不懂？那个爱心，他们的爱心哦，你会感触的很深啊，然后你自己哈，爱心他也会感受的。我一来的话大家都来了，很快从很远的地方也看到哦，飞来了或是跑来了啊，很快很快带全家来，懂不懂？妈妈在前面，大家在后面跟着跑。我很愿意很高兴为他们，就我走那一天我全部通通带出来，连那些饼干那些本来是给那个过路的小孩什么，我也通通拿出来了，他们也吃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回来了，你们自己互相照顾。他们就静静的没讲，平常都呱呱什么那些的跑来跑去的，互相个摇啊什么玩的，那一天没有弄任何，静悄悄的就站在那里，站在水上了，静悄悄的，我心里好好疼好疼好痛啊，懂吗？我离开他们了，比离开你们心还要疼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想坦白，我讲坦白，我修行人不能说谎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。也许他们那个单纯，心单纯了，没有要求我任何了，因为我给他们吃，他们就来了啊。有时候很晚才来，或是好几天不来，所以他们已经在那边自己照顾自己了，吃那些海苔那些什么了，在河长那些青菜嘛，有没有吃啊？然后有时候草木都被风啊吹散了，他们就吃那些，所以已经饱了。不过还要跑来，还是跑来摇尾巴了，围绕在旁边，因为我给他他不吃，啊，已经饱了。不过我说好了，等一下你吃，你才吃，因为那些东西它不会沉在下面嘛。我买那些不成，所以他们慢慢来，后来这也吃了。有时候吃饱了还在那边呢，绕来绕去，在我 houseboat 旁边绕来绕去。动物啊连树木也都有灵性的，连石头也是这样子，是不是你们知道啊？有知道吗？所以你们去森林啊或是在公园啊，大树啊，有很多树木，就觉得很舒服嘛。哎，因为他们那个阳气啊，也是他们福报才能够放出来的，也有爱心的、爱护的心，所以你们觉得很舒服哈。哎，啊，去山上那些哦，山也是山神啊，山也有山神，然后山的长出来都是也是就是有灵秀的，连石头也有。OK， 大家都有自己的责任。跟自己的那个福报，
更那个任务了，嗯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能够做人呢、啊，能够啊、用那么多好东西啊，是应该心里很感恩的，感恩万物了 ，OK， 感恩万物了，嗯。佛经里面有讲一句说，有情的众生与不有情的众生，我祈祷大家都会往生呢，回去那个永久的地方了、啊。佛经有说、啊，嗯，那个每天念经，每天念那个部分也其中有一个这样，我记得了，因为以前我有念经嘛，记得那些啊，念啊大悲咒啊那些啦啊，金刚啊，还有天天那、啊、那个念经啊，跟在庙宇念一样的，嗯。早课晚课那些 OK 都有讲，所以、啊、没有感觉的众生也是众生的 OK， 是不是你们知道所以来这边 拿那个翠石回来、啊、当纪念 啊是不是因为这样、啊、还有人拿吗？没了哈，不要了，不要秀外表 OK。 然后师父走高速公路那边，你们也玩一下高速公路拔起来啊！啊，如果有效的，像有水有效的话，你们拿一点就好了，不要拿太多。然后我们那个机器也要工作很多，我们住家人也要照顾很多，然后水会最少给这边苗栗的树木啊，因为我们这边水多嘛，照顾好，所以树木才长那么茂盛，你们来才能够欣赏。OK。不过像那个上面那个上面宝物亭前面的本来也是有一些树木嘛，也是有一个空地的，像这样子十几米那个空地啊，你们不能再占了 OK。 空间本来是有用的，像你们盖一个房子啊，里面不是通通放满满那个床啊家具啊冰箱啊，不是全部放满满吗？啊，有吗？Yes or no? No. 哎呀，全是有一个小角落，然后冰箱另外一个角落，然后中间就空空的嘛，多数都空，要有空间，哎，要有空间。所以上面那个是我们唯一的空间，四周围都是斜坡啊、山啊，懂不懂？我山洞前面那个草皮我们不能用的了。下面很多众生他躲在下面，蟋蟀啊蚂蚁啊蚯蚓啊，不能在那边做什么的。现在很多众生在那里，了解吗？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，我插在那个草，不是草皮，草皮上面有几块石头嘛，我就进来第一个石头，第一个那块石头扁的石头嘛，插上去，哇，白千万亿的那个蟋蟀都跳在空中上面，再回来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跳好久啊！我才知道他们在那里，不然我不会晓得，懂吗？哎，所以现在我们想弄一个桥啦，然后要小地什么的，在那个桥上面用机器吹的，吹那个叶子啊，就不能踩在草皮上面了。然后讲过了，在香港讲，我会顺便跟你们讲，那边他们放一个椅子跟桌子给我，我说不能了。赶快带走了，我不会跑到里面坐的。所以只有那块地啊，懂不懂？给我们停车啊，停个福车，然后跟住家人有时候在那边请那些老菩萨喝茶了。现在他们很老了，我买一些沙发给他们坐舒服，喝茶的时候还有买一些椅子给中等老的坐。所以你们如果站掉的话，哦，不过站到这种没有太阳光线进不去的，哇，我回来就觉得好像被压在脖子一样，好闷好闷啊！了解吗？好闷啊！树木啊，晒不到太阳，他们也抱怨的，懂不懂？等一下都会，树木什么都没太阳啊，他们那个地四周围也没太阳，他们也不会滑的，懂吗？然后你们上来又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去哪里哈，都要保持那个环境漂亮。如果不漂亮，我们要弄更漂亮。如果已经漂亮，我们喜欢它那样子，我们要保护它那样子，不能再改变了。OK， 不能弄更丑的。
改变漂亮 OK， 改变丑是不行的。我们是爱真善美，怎么一个漂亮的地方变成那么丑陋呢？那么压力呢？不能这样子，要想到别人，要有贡献心、孝顺心、爱护心，懂不懂？对师父，师父也是集中，是你们那个同修嘛，是吗？嗯，爱护同修啊，是吗？要让他舒服一点，而且这个同修工作很多，他要有一点舒服一点的那个空间。如果他没有住山洞的话，他要盖很多房子了，所以那前面那个空间本来就没有的，了解吗？因为节省才有空间，因为节省才有钱去救济，了解吗？不是本来钱是从天空掉下来，因为我们很会组织嘛，节省啊，所以我们有钱可以帮助别人。不然的话，即使师父做很多生意啊，如果要盖很多房子给自己住啊，给住家人住，或是办公室豪华，为了很多工具要工作啊，为了生意啊，为了照顾大家的话，就根本没有地了，了解吗？也没钱了，嗯，搞不好还是要跟你们拜托借钱的。如果我这样这么做的话，懂吗？盖很多房子给自己住啊，办公室很多设备啊，电脑啊，第一流的，最流行的，然后车子，懂不懂？这部车那部车很多，然后大家都有豪华的，也不用豪华的，舒服的生活了。要盖寺庙啊，盖房子给住家人住啊，等等的话，就连空间也没有啊，钱也花光了，也不够的，懂吗？你们知道台湾的什么都很贵吗？啊，地也很贵，盖什么房子很贵。所以也不是，我不是说抱怨说台湾是很贵的，其实这个时代是这样子啊，而且台湾地小嘛，是人多，所以更贵，要买什么很贵，我们要找几个地方好贵好贵，花不起了，付不起了，师父就一个人而已嘛，懂不懂？我不收你们的钱啊，所以自己要靠自己赚钱啊，还有住家人帮忙啊，你们有一些人在那边长久工作，正常工作的话，我们也要付钱啊，然后外面的人工作，我们也要付钱啊，然后还要救济啊，还要设备很多啊。所以如果师父真的跟正常的生活了，跟别的团体差不多的哈，就没钱了，没钱了，没地了，了解啊。 OK， 所以不要要求师父一个人工作太多了，你们人那么多，连买不到一块地很大给大家共修，期待我一个人，我怎么弄啊？了解吗？不过我也对你们很骄傲了，意思说你们还是全书嘛啊，还有劝别人是全书了，这样对动物已经很有帮助。OK， 你们也有想自己做很多好事，而且尽量做很多好事，那这样我已经很骄傲了。哦，讲话那么多 ，My God， 饿死了哈啊！有没有饿坏了？有吃早餐还好啊。嗯，对呀、啊，不用嘛，我从昨天到现在呢，哎，没吃没喝呢，也不饿了，不是抱怨，跟你们说。所以如果你们没吃的话，那同一题的啦 ，OK， 同样，我不是吃饱，大吃大喝才下来，然后让你们坐在这边听我聊天的，了解吗？哎，我是本来没办法了，当师傅了，还是要负一点责任嘛，啊，大家既然已经来了，我就顺便提醒几句了 ，OK， 饭的话每天都可以吃，现在不吃，等一下还可以吃，懂吗？很多世界的人好几天没东西吃的，你们看电视就晓得啊，都晓得嘛 ，OK，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什么罪恶感了、啊，你饿一点没关系嘛。然后你们这几天来大帐篷打坐，我也不会觉得罪恶感了、啊。一点点了、啊。如果能够盖很大房子给你们做，我也是很愿意啊。不过顺其自然嘛，没有就没有。OK， 你们不要抱怨哈，你们来打坐几天而已啦，
住在帐篷，不管怎么风怎么雨，也是几天了，顶多一两个礼拜。我跟出家人早期的出家以前都是这样子啊，我以前没有房子，没有地呢，懂吗？然后就这样子就好久了，就是这样住帐篷啊。你们来这边住帐篷，不管淋雨还可以马上回去换衣服嘛，哎，了解吗？我们那个时候就搭帐篷，就是这样到处都去流浪，还去奖金呢。所以你们搭帐篷几天啊，不要期待我对你们对不起或是罪恶，没有没有了 OK。 我以前比你们好像辛苦，你们还有家可归，那个时候我们都没家可归，我还有责任啊，住家人来好多啊，没地方给他们住，我那个时候才觉得不好意思的，哎，他们年轻的人啊，从来没有受苦那样子，离开那个好好的家庭来跟着我，我又不能赶他们走，住家人怎么赶走？如果他时间，他的命是这样子嘛，然后他时间还没有到，也不能叫他离开啊，了解吗？哎，然后就是这样，所以后来才买到这块地，刚好一个同修介绍说他的那个经济朋友啊，经济有一块地，我记得5万块而已啊，好便宜啊，马上买下去了啊，大帐篷马上住了啊，那就上面而已，那个芒果树旁边在第三层这边而已，在那个水源那边而已啦，哎，啊，甘露水源而已啊，就没有这个了，这个以前他们种东西啊。一些是种东西，一边是草长得很高，那种好像鹿草什么的，很高很硬的啊，嗯。后来哈，我不是鹿草，那很硬的，很高的，就跟甘蔗一样那种，比较小，是到处都是这样啊。后来我们怎么不知不觉就买到的，然后就盖一个道场啊，他们没有问政府，后来被拆了。然后我们在种树嘛，以前这些树根本没有了，我们连三更半夜一起种的，那个大的像这么大的已经长大了啊，不是就现在这么大，比如说像那个屋顶这么大的，带回来种了，啊，那个时候住家人也很厉害，很聪明。我说我们用那种方法就可以把它拉进去，不是这样用人手了，而且也没有怪手气了。太多钱了，我们划不来，住那怪手机都是用人手的。不过那个时候很多住家人嘛，啊，我们什么做都是我跟住家人做的，干入河啊、书啊、房子啊什么，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弄的，因为钱还赚不多嘛，赚不多，所以很节省了，什么都要自己弄。嗯，他们很诚信的，那些早期的住家人非常诚信的。没有寺庙了，懂吗？没有任何东西，车子也推来推去那样子，还跟着师父，好感动啊，好诚心啊。OK 了，所以你们现在辛苦一点，大帐篷住，别在里面求师父盖寺庙什么，我这边不能盖就对了。OK， 连那个那些铁柱子，然后弄帐篷，等一下也要处理的。OK， 嗯。就是像暂时那种是 OK 了，懂吗？从一棵树拉到一棵树，我告诉他们树要抱起来才拉，有一些都没抱，嗯，大概来不及抱了。OK， 记得啊，以后去哪里都要注意哦，要美容那个地方，要来给人家高兴快乐。我给他们很多小费啊，计程车啊，给好几倍的，有时候就还没到100块，我给他们400的。因为我说难得才碰到他，给他帮助一点，计程车不是说富有人嘛，懂吗？哎呀，他会高兴，谁瘦我就帮助就对了，嗯，都是这样子。然后去饭馆也给他们很多，说他们饭馆漂亮啊，你做得很快啊，那好舒服啊，很干净，这样给人家高兴快乐，懂不懂？不要拿人家东西给人家沉闷、忧愁、压迫感。这样子是相反我们的理想，去哪里都给那边美容的、漂亮的，给人家高兴快乐，那个气氛高兴快乐也是一种美化的，了解吗？因为我不是能够下飞机就在飞机上就种几棵树的，是要说
跟空中小姐客气，谢谢她，了解吗？哎，说她漂亮，说她服务很好，这样的，很高兴见到她那种人。比方说这样，好吗？也是一种美化的，不是意思要拿了，要给 ，OK？ 不是给钱而已啊，给我们修行的那种高雅的态度 ，OK？哎，给人家高兴快乐是我们的本分的，因为这样就美化世界啊。如果你去哪里都给人家高兴快乐，这样那大家都高兴快乐，就世界气氛好多了，就会带来很多运气好啊，保护地球，听懂吗 ？OK， 哎，外面也是这样子，对师父也一样，我不要求特殊，我不要求特别招待，对师父跟对外面人一样就对了。了解吗？有尊重，尊重的话有好的气氛，互相尊重，好气氛，了解吗？不用骂，不用大声，就气氛好，气氛好的话双方都舒服，双方舒服的话世界也会上来一点啊， OK 哈。我不是为那个十几米那个跟你们吵了，不是啦，讲道理 OK， 逻辑，生活常识，人格风度爱心啊，高雅的做法，了解 OK， 好啦，去吃饭。OK， 再见啊 ，Thank you 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爱心，谢谢你们信任心，以后见 ，OK， 我尽量回来，大家乖乖我就回来，不乖就没福报了。我不是不想，想回去好几次都被挡，因为福报不够，杀生太多了。我们尽量把这个小岛净化一下啊！啊，如果这个小岛通通变成素食，多好呢！啊，台湾哈，现在很坚强啊，很富有了，就差一个素食的话，就哇，世界第一流，世界第一名的，啊，我有那个野心了。我都是有那个 ambition 啊，有那个 ambition， 有那个野心啊，很想把台湾全部当个第一个国家世俗的，哇，多好呢！好了，再见哈，I love you guys， 谢谢 ，love you， 好爱你们，好爱你们。还要不要绕场啊？因为这子来了。要吗？行，我去看看能不能做。要的吗？真的，真的漂亮。据说我喜欢听这样，他说是图片，我喜欢听。那个那些什么蚂蚁那个不喜欢听。还有福报呢，爱笑。OK。
啊，后面这个，你还 OK 哈？哇 ，OK 啊！在应聘的时候你这么漂亮，现在更漂亮。好了，我也神通广大，开这一点会比较快，好，这爬坡比较慢。OK， 那你慢慢走是不是先上去？好，上去有工作做。